今天有机会能在这边跟大家见面。那等一下我会教各位如何用这些各位可以看到的器材呢，做出跟外面这种五星级饭店一样的那种很精致的料理。用到气泡水机，觉得这些机器使用起来很方便，像那个真空风袋机，它就是压缩热机袋上面都还蛮方便的。气炸烤箱那个好像非常厉害，而且它不用洗，像家里面如果要炸薯条或者是炸一些鸡块的话就很方便。